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种种的演说目标方向只有一个，帮助一切众生觉悟。我们佛门常说，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个总方向总目标啊。我们肯发心得清净心之后啊，又肯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最重要是要做出一个好样子给人看。为人演说嘛，也是表演嘛。表演不是去唱戏，表演就是日常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按照经上做要把这部经里面的道理、里面的方法、里面的境界在我们生活当中表演出来，演出来换一句话说，我们的生活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跟无量寿经合而为一了，这就叫演，演得毫无造作，毫无痕迹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过的生活就是无量寿佛的生活过无量寿佛的生活，你问问你有没有成佛？当然成佛了吧？那还有二话说吗？那本经字字句句跟自己起心动念、日常生活通通相应，你才是真正契入弥陀愿海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你不往生谁往生啊？自然可以拍拍胸膛，我有把握往生，上上品往生，人人做得到啊！大家要努力啊，要真正肯干啊，不要把这一生大好的机缘当面错过，那就可惜了。